赞美啊！我要赞美，我哋大家一齐要赞美。你要赞美啊！系啊，我要赞美啊！你要赞美啊！哦，系啊，我要赞美。你哋要赞美啊！系啊，系啊，我哋要赞美啊！你要赞美啊！我要赞美啊！我哋要一齐赞美。香港2014年赞美节邀请各区的教会和信徒参与，日期是10月26日至11月2日，开幕礼是在10月26日星期日下午3点至5点半在油麻地雅打街临时游乐场举行，是在油麻地庙街榕树头公园旁边，由多间教会带领敬拜。11月2日星期日有巡行和集会敬拜，参加巡行的可以在下午2点钟在油麻地庙街榕树头公园集合，2点半起行巡行，经上海街、柯士甸道、广东道、香港文化中心、海滨长廊至到尖沙咀海滨平台花园集会敬拜。这个是赞美节的闭幕礼，五点半完结。当日同时间呢，是由2点至到5点，有多间的教会在尖沙咀海滨平台花园一同敬拜，迎接巡行队伍进场。不参与巡行的亦都可以出席敬拜。欢迎呢各教会或者是小组在10月26日至到11月2日期间自己选择地方举行公开的赞美敬拜，来到庆祝赞美节。请打电话2332-8361报名巡行和自己选择地点公开敬拜。主祝福你，我们邀请你都一起来到参与。